统艺术中心的小雪老师，今天我们来学习择扇组合第四步段的动作内容。好，我们延续上节课的最后一个动作双指，这节课我们继续往下学，踏步蹲指。好，这节课第一个动作，重心起来，注意手，左手变三绑，右手呢掌心朝上。好，往下走，起一个小云手，眼随手肘往旁边，踏步往前上步，亮相，扇子立扇啊，左手掌心朝上，托着，右手呢扇子立起来。好，我们再来一遍，重心起来，左手上绑，走一个小的云手，点虚手肘上步立扇。好，这节课的第二个动作立扇完了，接着推，重心起来的同时推扇轴，扇子的轴，扇轴往外推啊，重心脚后跟离地，来，同时的啊，立推下来，重心转身亮相，注意啊，子午向下半身对斜八点，你的左斜点，上半身往正的扭，左手按掌，对，右手呢掌心朝上，我们再来一遍。好，立扇立好了，重心立推轴转身亮相。好，继续往下学第三个动作，手下来，扇子呢往手腕上搭的同时，我们要上步勾脚上左步，切记上小步。再来一遍，双手下垂搭手腕上步还手亮相。好，再上一步，踏步蹲，拱手请的意思，头呢往你的右边看，头稍微往下垂一点点。好，胳膊肘打开，我们再来一遍。好，手下来搭手腕上，双环手按掌亮相，请蹲。好，我们把今天所学的这三个动作连着走一遍，起来重心，走小云手往旁边上步，踏步立扇亮相。好，重心起来，推扇走，转身亮相，双手下来搭扇，挽手亮相，勾脚上步弓起。以上这几组动作是我们今天所学的内容，我们下节课不见不散。